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黄念祖居士开示亲闻记。三则要讲授阿弥陀经书抄。1991年12月23日黄念祖居士讲授于北京莲社。第二集。我更是如此吧。啊，我就是一上来讲华严之后多少人不懂。所以佛就说我干涅槃了，我没有用了。没人懂的，连阿罗汉也不懂。阿罗汉的神通那就大得不得了了，现在你的奇异功能，但他九个牛的一个毛，一个毛也没有啊，太了不足道了。阿罗汉是有翻山倒海啊，种种不同本领啊，但是他不能懂啊。所以回头就受天的情啊，他送委屈啊，啊，开始培养啊。说小乘法吧，这么一般小学一样，你讲这个不懂，你让这个无方程式那么多诸葛给他解决干的，怎么能懂啊？那个数学家一看这个语言一样，他最进步的语言了，数学是什么最好的语言呢？最复杂的语言一个公式讲出来了。小开始就变成所谓十大圣的开始，十有始就有终，是大圣的最后要讲的是终，所以小始终最后是顿，不受这些限制了，所以最高是圆的，就最先说法话是圆，大家不懂，就最后经过小，经过始，经过终啊，然后再说圆对焦，就是大家已经成熟了。这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小生教们不要讲怎么生阿罗汉，怎么出生死，怎么断见过死活，小学的内容。大生开始讲信宗，讲相宗，相宗不偏于有，信宗偏于空，然后就是这个法相文实。这个属于开始的教，目前也是一个错乱。这个法相唯识的人看不起净土，颠倒了。所以他刚刚是大圣的开始，而净土是大圣的圆满呐、啊。就好像你这个在大学先修班，你都反对本科，说本科程度低，啊，这也是很是一种笑谈。他们有王本，是法相路的祖师，祖师是玄奘，是唐三藏。唐三藏翻译了阿弥陀经，他的弟子窥基做了经的注解，两个大祖师都在做印度宗的工作啊。到了这个末法，特点就是斗争牢固。在佛在世的时候，这佛在世最初那五百年，这个是解脱牢固，都可以解脱，都成就，再五百年就不行了，成就了就是禅定牢固。如何是真的禅定？再五百年，这个入禅定的人很少了，多闻牢固，知道很多佛法。再多闻，这个多闻的也不多了。塔庙牢固，到处是宝塔，到处是庙。那一年我就到摩根山去修养，解放后。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西湖，沿途看见啊，火车两旁倒的宝塔不计其数，都是过去塔都是很多很多，我们就没有。所以这个塔，所以在五百年塔庙也不牢固了。我这个附近过去十几个庙，我这就是庙，唐朝的庙，唐朝的古道场。为什么那个胡同口一个塔呀？这个塔大家不要轻视啊，这个塔是这个元朝开国元勋的师傅，元朝的开国元勋啊，是了不起的人，他的本在颐和园，相当于这个诸葛亮啊、刘伯温啊这样的，他的老师万松老人，就是万松老人的塔，是一个开悟的人。
整个这个庙子从那边一直到这边的大楼附近十几栋都没有了，也砍到老虎。再500年呢，有人说查到就没有老虎，什么老虎啊，都是老虎。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所以我们佛教徒要知道这个，现在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啊，就变成说不管是变成一个斗争者。所以我们这个小史中正元，他这个说的就是不一样嘛。小是刚刚叫的是小教，史教是开始，史教讲什么？小教就不讲成佛了，史教可是可以成佛的，但是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禅体不能成佛，禅体都断了佛种定了，这种人不能成佛的。除了禅体以外嘛，所有的人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都可以成佛，这是史教的教育。这宗教就不同，宗教的这个经典嘛，那就是《大乘起信论》那等等的多。那人人都可以成佛嘛，禅体也可以成佛。所以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但是不要看见这一经这么多，那一经那么多。我就发出这一部经，一定要反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错误的，不是，都是佛说的，对象不一样，它是对什么？你看看，你同样的讲物理学，啊，讲什么？那这个小学的课文、中学的课文、大学的课文就是不一样。那你怎么能说必须得一致啊？那我大学的课文拿着给小学生念，啊，这个那就是，我没有一个是常数的，啊，你小学怎么能懂？必然嘛，就这才正确。到了这个宗教呢，但是是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需要很大的东西，这是不行的。和原宗教不一样了，宗教就是这就成佛，啥大真可以成佛，就打破空，打破世界的限制。这禅宗啊，什么都是讲顿的，一心成佛。如果一生不成佛，缘就是成佛，这最高无所不缘，无所不知，一真一成一皆成，种种的不可思议啊，种种的无奈啊，把我们世间的这种常识都已经打破了，常识根本是错误的。看到这个没有？光你就只能看见一段，紫和红，紫和红这一段是这里看见紫，外头还有红啊，这个还有，多了你看不见，说没有，那紫外光、红外光，种种的科学用途，我说看不见这么有，声也如此，你说明窗您听到的声音只是一小段，那个超声波。就频率高了，你听不见，而且很多人都作用。那声音太低了，频率变化太慢，也听不见。我声音频率真是很小的一个范围，这就为常识论了。这个事实话，一切都打破。什么叫大小？什么叫空间？什么叫时间？什么东西种种，都无奈。原教正是最高的。真正我们说，先看一部经，要知道这部经是属于什么教。所以四一呀，四一就告诉你，这经有不同，那两个经不同的经回的话，听不了义的。圆顿方面的，那也包括一部分宗教的，讲实相的是了义教，不讲实相是不了义教，这两个不一致，你听那个。讲了义的不听你不讲你听那个了义的了义嘛就是彻底了了了啊不听那个啊那给中学生讲的物理那是不了义啊所以这五明空业里头就是讲这个教相所以我们真正要研究一个佛学的学有基
经典的时候，这几个要知道之后，才有助于啊能够理解全经。这搁到最前头，那么这五种是天台，十种是华严，这是两家惯用的。感恩 TTS Maker 免费文字转语音网站的无私奉献，感恩东北口音提供者大林，功德无量，有情无情悉皆成佛。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